谢谢你。2019年7月26号，现在是8:10。对于克拉叶走到桃山最后一公里，大概走了1小时又15分钟。啊，途中遇到这个水晶兰，这个很稀少。它不是兰花，它算哇，大概这么大而已哦。这是瓶盖，这瓶盖安尼，这外手，这大长尔。沿途吼，拢是用这树林啊，然后大概有差不多4上4下，都是小陡坡啊，但是最桃山要到克拉叶的前100公尺。伊是上大迄个陡上陡下，大概比较难的就是大概有2座陡上陡下，啊，其他都是小陡上小陡下，所以加起来大概有那个4、5个这个坡。然后桃山走到克拉叶差不多2个小时15分钟。是有劲哎。是哦。嗯。哦。恭喜。